大家注意看，这个男主角叫做思思小可爱，有订伊副频道的人数，实在是少到有够可怜的啦。无出意外的话，马上就要出意外了，大家实在是太凶了，拢还没订起来，我伫这拜托大家订起来，内底会固定 update 直播，还有直播的精华。好啊，这期的影片就要开始了。哦，你知道吗？埋在谷底的。我把它移出来了，把我垫子换好啊，再来就是真的放超久了，你看后面，对啊，整理真的要花，对，没那么快。你看，囥到它拢闭起啊，你看，真正不是歹整理啦，真正是整理拢无啊紧，然后囥就久诶。好了，今天我们就是要把它开去仓库那边看一下，先过去检查，加列工单，再回来再看啊，再去检修，就这样。我们要回去检查，我们也洗一洗好了啦，不然这样不好看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Ferrogo，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，得您信赖。耶、yeah, ，大家，我是科比传教士，今天终于轮到这一台了，大吧，93的，好，顺便就洗车了。你看，雨刷刮片都不见了，顺便把它换掉了。等一下就出门去商铺那边检查一下，结果怎样，我们再公布给大家看。啊，现场还有专人帮我们洗车哦。给讲诶，咱是无机械，咱有人力。啊，你刚刚说你已经换电瓶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你看，咱无闹鬼诶，这拢是歹诶，拢换落来诶。原本是这一颗啦。这一颗了，哇，108年到现在的，这台车放多久了？哦，靠腰啊，最少2年了吧？我记得上一个在开应该是泰山开过，这还没开过了吧？哎、欸，还不错，我跟你讲，电接上去一下就发动了。阿哥，啊，前面头灯的还可以用吗？这个我没试过，上次我记得那一台是不能动，对不对？这如果可以动的话，这个胶条要不要换？我们有这种胶条吗？是没有这么短的，可是应该可以改啦，可以剪是吗？对啊，剪短一点。嗯，有差吧？洗完比较干净了吧？有发动，你帮我看一下啊、哦。没有啊，没动，按钮那么多。对啊，正常是应该喷水几秒它就会动了。嗯，我们过去再问好了。啊，今天29度，刚刚洗完车，我就感觉这冷气真的有凉。这冷气赞哎，这冷气比我还，我整个压缩机挂掉，这还比你老哎，太强了吧？它这个设计也蛮奇怪的哦，下面是黑的。哎，我刚刚哎，它怎么是黑的？那盖起来哦，是白的。这是 Sport 档吗？啊、S 不是的。欸、窗户在中间了、啊，帅吧？哦，找不到，贴在中间。对啊，哇哦，哎、欸，真的是 Sport 了，你看哦，哎、欸，这样，哇哦，这台是几年的、啊？今年的、哦，问得好嘞，我还不知道。蛮酷、欸，加热的嘞，你等下看屁股会不会？哇，那这车当时应该蛮着急的吧？啊，上面那一台还在场内吗？还没卖掉，还没有找到一个爱他的、嗯、用人的形式嘛，他已经老灰牙嘛，叫一个老人跑很快应该是没办法啊，顺顺走应该是比较没什么问题。但我觉得这种车当代步车也不错，回头率还蛮高的，对吧？你觉得你开这台跟你的 Severo 比起来，当然是，但是这一台啊，对啊，主要是那台 Severo 其实现在路上也是蛮常见的，而且这在当时应该也是很流行、很帅气的一个造型吧。啊、我刚刚看它后面那个保险杆，很帅啊，就有个折线这样。那我另一个是灯哈，你看在这上，好怕多了。哎、欸，哇，弄掉，我想讲你撞上，哎、欸，弄了上，弄了破小。对，好像是跑这也跑了人家22万多了，哎、欸，可是也还好啊，这样平均一年好像还好。哎、欸，它天线升起来了、欸，开了就好了，不见了，不见了。No God, please no！ 它开了就不见了，为什么？对啊，它等下要出来。我上网查，有人问，但没人答出来。它的全名是 Information Display， 信息显示。那感觉跟天线蛮有关的，有可能是什么讯号不稳。可是它为了那个天线弄个灯，太夸张了。还在当年走音机的这个功能是非常重要的。已经重要到需要为他弄一点灯。你好，阿姨 ，Polo， 如果你的嘴巴很臭，那就把你放在嘴里面，这样才会二氧化碳过重啊，它会排出去。哦，对对对，哎、欸，你看，随便那一台比你帅多了吧？哇哇，它双出要用双管，我蛮喜欢这一台的。阿哥是喜欢威根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可是有些威根还是不行的，比如说像马六，我就觉得不够帅，我就没有特别的兴趣。他们都喜欢追这种三角形。拔掉里面是螺丝跑出来，以前喜欢做这种隐藏式的。对啊，这个形状很奇怪啊，这个这台车不会摆成这样，它里面的水不够了，
这个风扇继电器这个都算了，搞不好线路又老化了。这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这个不是原厂，这应该是对，看起来是加的嘞吼。那当然通病啊，以前的漏油的。好，这个漏就是整个引擎掉下去，拆开来。行，坑卡固啊吼。这是原厂拿好的，很厉害。看起来没什么漏油。这个橡胶件应该还不错，引擎脚那边好像也换掉了，漏油的件能进去，看看。对了，我也是这样，因为老师我觉得是都是难免，可是不能太夸张，太过于夸张一定是马上立即就要处理。不是看是没有爱，有爱才能花，没有爱就要丢了。你去看我们整理好的每一台都很有爱，这台也是啊。这是你们自己整理的吗？对啊，都是整理好，像两台整理好，里面都整理好的。不然等一下检查完，我们把这台开回去，老板我修好了，修好了，你花了多少台？100多万而已。你刚没说错吧？刚说多少钱？说100多万。那也对啊，你看。哇哦，是吧？我唔是无行情诶，我嘛就行情。我头个是你话收你158万。哎、欸，师傅，这个要怎么动哈、啊？开大灯的时候会啊，你在拨雨刷的时候就會。嘿，那真的它不动了，要处理了。你这外观，你这个是板面哦，另外。我有看到。这个护板哦。嗯，少一个。都在哦，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啊，像离开没动刀啊。车主是加什么东西？这个按下去都发动了。我等一下跟你说，我等一下拍完啊，我就去看这台车稍微看一下好了。好啊，看哪一台老板可以买。原来这个是发动钮，那一颗啊，应该是他改的发动钮。这是马达还是怎么样？会不会动？还是它过历史啊？我不想。顺便问一下，如果这台是如果整体是100分来讲，这个你觉得这台分数大概会达到几分？对啊，没处理的状况下这样。扣十分了、啊。十分是因为它底盘还有加大。师傅的标准还蛮严格的。他这边都有写，你看啊，就是当时的配备都写出来啊。比如你看，就是涡轮增压引擎，排气量是1998。它还有这个舒适与使用配备。可是听刚刚师傅这样子说，我感觉他们在整理一台车，应该是真的，只要是应该要换的东西，全部都换掉。因为你看它标准很严格，它只到50分而已。对啊，他刚刚说50分还是给底盘，不然还会更糟糕。对啊，哇塞，好了，我们去看外面的，外面的价格比较亲民一点。你看那双是白色的，哦，你喜欢吗？哦，这那双是香的。我跟你讲，这两台应该比较后面整理的。对啊。漂亮哎、欸，这个比较经典呐、啊，你换这个好了啦。它应该是全部都拆了重弄了。这个 Maggie 这个雕啊，有没有？嗯，雕啊，一般奥迪啊，这个都应该都重做了。你看拍上面拍下面都一样，可是它还是没办法像新车一样那么的漂亮。比如说这个它是有些还是要沿用，嗯，比如说胶条它还是难免的，注意看它还是会有一些老旧的痕迹，对，一定还是会有，它不可能全部都换新。你想换新的？也没材料了，这个是有一点这样翘起来，有没有？嗯，对啊，细节这么老，这个还有填充的。以前老车的细节是比较多啊，老车细节会比较多，会在意一些，比如说雕啊、坑啊，直接弄个 U 啊，都很漂亮，而且动画的，这种比较好，你看，是玻璃的。以前老车比较常用玻璃，后来因为法规，对什么？因为你撞到玻璃会破掉，会有危险。你看以前都是这种要一定要轮毂的，你看都有轮毂的。这是塑胶还是玻璃？塑胶的，啊，没有玻璃。这是1986年，哇哦，霍氏点火系统，连听都没听过。到200英里，现在应该没办法了吧？当时零到108.7秒，我们就决定了，我们拿把这台开回家。好，谢谢老板。他们的很流行，都会放一个这个，有像标签的感觉。这是牛皮吗？我拿来煮看看啊，看会不会香香的。会买这一台的人真的是超级有爱的。我看不太懂那什么。我猜那个 logo 是，比如说像93系列的 logo， 刚刚95不是也有9系列啦、啊、96、97、98。好，我等一下问一下了，这是什么标志啊？这个？它有改气学动力。他说这个是有改什么的动力才有这个，所以这一根是跨碎耶。你看有天线啊？对啊，还是两根天线首选比较好。他等一下问师傅那个亮灯。可是后来就不见了啊！哇，这样把电台调准了就不见了。那以前的人真的觉得电台很重要。对，如果收不到就是坏掉，我要检查。对，刚刚说车主还有加装一个什么加 IT 的东西。对，这个。哦，
这个是发动的，它是钥匙转、哦、按这个是发动，因为它要做一个记号，引擎的油里面。就像我的身上的血都带一点油在跑了。阿哥，你这次预测大概会修多少？我怕那一只方向机就不知道了，那一只方向机可能就最贵了。其他的说引擎的漏油，如果他说要整个引擎下来，我觉得不得了了。刚刚方向机没问题嘛，对不对？是没有问题，可是他说有点漏油嘛，你刚好看到、哦、对啊，一组应该也要几万块吧、嗯？其实我是觉得开起来应该都是没什么问题啦。就像他讲，你要那么有爱的话，你就可以变成这样红色那样，那是超级有爱。你要很多的金钱跟时间去搞这个，啊、那种人就是。一定没有时间嘛，就是有钱，看你是哪一种，应该也差不多。我都不是，没有，你是我有时间，可是我没有钱，因为你还年轻，时间还很多。他以前，对啊，长不一样。以前就是一只像小鸟一样啊，那个龟头啊，差就刚才那样，差不了。以前我们都会把这个有没有故意把它磨到亮起来这样。好了嘞，等它出来就好了。好，放下去，应该是转开，有没有？好 ，push。哦、oh. ，好了，我们检查完了，没有具体的报价。这下子要冷气不冷，可是我觉得还蛮冷的啊。我们回去我们自己再讲看看。他说引擎那边有漏油，可能这个就比较麻烦了，因为他说如果真的要处理的话，可能就要整颗引擎那下来再处理。嗯、再来就是断字，我记得是音响这边这个断字，就这个，哇，八九点九，少一点点，这个可以选择先不修啊。这个 AC 什么，好像是那个电路那个水好像不太够，我是不是放太久蒸发了？到时候他也是要检查才知道。水箱水偏低，冷却水不够啊。这个雨刷盖子破裂啊，盖子那比较简单，那都没什么。有些东西它不会做动，比如说像刚刚我们检查到了雨刷，它不会动。因为你的话，如果真的拆到引擎的话，顺便拆开顺便看。可是他说最早要七八万起跳，他出估了。啊，底盘就算还不错了，后面的喷雨刷喷不出来，左右后视镜说是不会动。但事实上我觉得也还好啊，反正引擎就是这样而已啊。我们回去再跟老板讨论一下，看他要怎么做。所以最大条的是油泥。对，可是我开起来我觉得状况不错哎。耶、yeah, ，大家好，我是柯P，今天又来炸吧弄那一台车的。上次来检查过了，这次真的要留车保养了。整体项目我大概说一下啦，因为他说检查冷气不冷，我们一样请他查修一下。然后水不足，放太久了蒸发也是有可能，你请他再检查一下。还有副水箱的盖子跟白化那些，我们都一并加处理。还有那个冷气的离类，还有查线路，因为他说有些是拆开才知道，我们就请他查修。引擎车上落油的地方有跟厂长讨论一下，他说可以用方式都一样，他先帮我们清完再看一下，确定说真的是漏很。大就是说长久以来漏下来的一点痕迹，到时候请他们再弄一下。有些项目我们就不弄了，比如说雨刷那个可能就先跳过。后视镜两边不能调整，那个我们有专门在修理的，如果不能弄，我们再回去再检查一下，你去看一下。今天就留车给他们去检查，他们就开始准备要检查了。那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先回去，说下次来就好了。期待期待，耶、yeah ！天阳科技 B Power， 耶、yeah, ，泰山，你把杜贵这车没电的哦。像这个，我们就常常久久再发一次都没电的。哎、欸，麦克伊啊，坏车嘛，没电的、嗯。现在的车你知道吗？这老车，哎、欸，这台车已经足简单的了。你起码是较先进的车，像音响、连电动椅、方向盘，什么鬼都是有记忆的。记忆越多，电池就受不了，动都没顾。泰山怎么办？来，接下来。车里面有 N power， 电池里面有 B power， N power 都是给的， B power 是动就固哎。一般这个我们都是那个铅酸电池嘛，里头有电滴的，是控在电滴最，这就没有水，这比较轻，这超级电容的一个整电了，哎、欸，号称永久电池哎。假设好问我的车好了啦，假设会吃电好，慢慢吃到最后10%有没有？也收掉哎，有可能车子没电了，可是它还是有电，一下我设计几个开关，可是我要开的时候。它骑下去，长压让它灯闪烁，最少可以发动，就是这样骑，咔咔，可以20次以上。但它没坏的，大话切应该也塞哦。优点就第一，它轻嘛，它可以撑很久，这5年保固哎。如果它坏了啊，不能发动，是因为它的关系，它会免费帮你换了一颗。啊，如果过了保固，其实它加一点钱，它可以再加长保固。对啊，这也是算全新世代的一个电池啊，因为它里面有一个超级电容，你瞬间的电机源，它会把它变成平顺，平均输出越顺的话，你车里面的电容啊、电器啊。
也比较不会坏掉啊。再来就是说，它这样起停最少四五十万次，几台车你去刚它换几盖？现在的车有些是起停的啊，一天五十次，三百六十天，三五十五，一百五十万次，没有，没那么多。省钱耶，帮省钱。一年一万八，十年才十八万，好，算二十万好了，可以让你到换车，应该是不用担心这个。所以，我们太太，我们是不是要把它装在车上测试一下？哎，对了，讲到这个，我要想到这个测试，这个你用什么车最好？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柴油车吗？柴油车因为它的动力启动那个马达要比较大颗，电池都是超大颗的，好不好？超大颗装上去，它才可以启动才 OK。等一下我们就用柴油车示范给你们看。哦，这也是 Volvo 的 X60，对啊，你若去玩旧玩，可能爱一两万块嘞。开机嘛哈，接线，好啊，帮我熄火，好，熄火了，哇，现在是很亮的，很亮啊。欸，所以我看最厉害的是多的啥哦，欸，但你刚刚开了，刚刚就开的哇，所以那个超级电容真的是果然叫超级电容，厉害。这个还有保护机制，万一灯忘记关，它也是一样会锁住嘛。其实我自己也会啊，下地下室有没有灯按？忘记关，车子没电了，隔天，欸，告别啊，那我可能伤都得亏嘞。有些客人都会讲啊，没有啊，不可能，一接电接上去，室内灯没关就死了。有时候一两颗，那很快就没电了。对，电池有规格，有大小颗。我们刚换的那一颗是 S995，这个重量我刚刚看一下，这边说明书有写5.4公斤，对，最重就5.4了，最轻的3.1。你的车子有大小颗，我们自己斟酌，因为我们这个就是刚好符合比较大颗的，就是柴油的。耶，我们装完了，好，我再补充一点。这个这不只是超级电容嘞，它还有一个主要有一个 IC， 好，哦，这独家研发的，跟人家不一样的，它是可以控制充放电，就是变成你就可以控制之后啊，就是可以更频速，可以发的，就是启动可以更多次，这是台湾 NIT 自己发明的，我等下讲诶，啊，积极在台湾，台湾该行出去，哦，各大汽车百货都有均售。哦，甚至连中油那个保修厂都有，再来小师也有，因为我们网址点下去就可以去看的。好，不是我们有卖啦，是点下去我们网址咻就跑过来了，好东西，好给大家分享，自己斟酌啦，因为它金额的方面，它还是比一般的再高一点点。哦，对啊，这个东西不强求。哎，太上我可以求一颗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嘿，哎，别冲啊，我等你充电呢。好，那未来到外销。哦，对啊。天阳科技 B Power。哎，我又来了，欸，很快嘞。结果这次放不到一个礼拜就好了，比我想象中还要快。其实他好像两三天都跟我说好了，后来说好像有漏水，对不对？他要再检查一下，所以比较久。后来发现有什么漏水，他又拆了一些东西，又更老，更老的像打气一样，就咣咣咣咣打到看多少。如果隔天它少一点点，哎，哪里漏就是差，就是多这个会比较久一点点。总共花了大概不到20000块，10000多块而已。以我的感觉来讲，算便宜了。如果真的你有刚好开这种萨巴的车，你可以就来内湖这边，在这边商户给他看一下。哦，对，哦，讲到这个，本来已经交代说，哎，手机帮我麻烦用横置的帮我们录影啊，结果他们拍摄啊，他们有拍没有摄，只有拍照片而已。对啊，所以这次可能就是照片一样会给你们看，可是就是没有影片了，真没办法。哦，他们很仔细，他们要先把车顶起来，先洗底盘，洗完之后才知道有没有漏油漏水什么之类的。第一天就开始洗了，照片就传来了。好，车已经在里面，我等下进去看一下好了。走，我们去看 ，Go。第一个就是这个 AC 离类嘛，对，就是这个 AC 的离类跟这个的保险丝座有坏掉，重新换新的离类跟接线。再来这个是整个冷却系统加压测试嘛，那后来换了这个护水箱，更换新的。再来就是正时皮带，正时皮带是前方这边，我顶高给你看一下好了。好，上次进来是整个这个部分都是油嘛，这边是正时链条盖嘛，整个都是用高压水柱清洗，就先把它洗干净嘛，万一我们漏了就知道说，对对，才知道是哪边的问题。因为我们这样开也开了一段时间，看起来都还，目前看起来是还好，还好啦，对，清洗过都还蛮干净，看起来还好。喷水桶只是换个盖子，原本是塑胶的，断掉了嘛，总公司研发一个铝制的，再怎么热就不会呼起了，嘿，别呼起丢。后雨刷这个部分看起来是正常，目前就没有嘛，啊，另外你之前冷气，哦，冷气系统，对，只是先处理重新抽罐，还有加上荧光去下去测漏，后来漏水，有查到一个热交换器，
这交换器是在这里头里面嘛哈。这交换器的话，它就里面要拆。这交换器是在这里头，这边整个都要拆开。就是热交换器跟水管之间的耳令都比较大，所以只是先换耳令这样子。啊，目前就是这几样。这个部分会比较贵一点，因为拆这个就会比较多。啊，对对，拆这个是工资啊，其他都拆掉的。工资啊，零件是没有的，很多。工资比较多。感谢，不会不会不会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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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应该的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就先走了，感谢你。那我帮我们洗车啊，你看他每次都打个谁跟你讲哇，啊，麻烦你气不气我哦啦，我讲不能哦啊，有没有？其实都蛮干净的，我们这个一定你看是吧？嗯。人家给了我们，然后这不是鸡了，这可能万鸡跑过去，啪啪啪啪哇！所以如果再烤鸡的话，它全部都要泡掉，不能这样抹一抹就喷了。等一下再看路上有没有比较好。好啊，上车吧，我们就直接先发动，我们开看。其实这台本来就蛮好开的啊，在家他们就帮我们在检查弄过了啊。他说一些离裂，他因为久了会呼体叛体，给他修怕电，修怕电不会叫什么想打电。短路啊，短路啊，那时候有写一个查线路的费用，可是后来看一下，哎，好像没有。冷气更冷吗？现在20度啊，有很冷吗？还是因为今天比较冷，就觉得更冷了。那我们这是底盘有弄什么吗？底盘没有嘞，他检查也是 OK 啊，开起来没声音啊。如果认真讲起来是，我觉得引擎脚也比较麻一点点啊。前面的那个小雨刷，他说那个要换，可能就要换整个的马达的模组啊什么之类的。可是重点还没有货，如果烤漆的话，顺便把引擎盖做一做。可是不理这台车子，因为我们车真的很多，有时候真的，一放都是要放蛮久的啊。你看太阳晒一晒，真的是就是爆炸了。所以我等下跟我们这些人一定要跟原厂讲的一样，要爱他。你会觉得那个没关系，花还有谁要等料？假设好，这个东西坏掉了，好，原厂可以叫，可能要等很久，你就是要等。啊，有些会更厉害的是说，哎，假设是一种消耗品，那一次可能就多叫几个，结果下一次遇到的时候，他就不用等那么久了，还甚至可以卖。耶、yeah, ，回来了，刚开起来的感觉还不错。好在后面在做的哈，就是这个了，引擎盖已经都灰巴泥尿了。啊，我刚刚巡了一下，整车应该不用再做了。为什么呢？其实烤过漆不一定比较好，因为如果烤的没有很好的话，万一就掰开，就像这样。啊，旁边的你看千锤百炼，我们放那么久了，其实哎、欸、还耐得住，应该是漆还不错。如果有小掉漆，我们到时候请他给我们漆，我们再点一下就好了。到时候我们去小城那边再顶起来，再保养一下，应该就 OK 了。到时候就约一下美容做一下，应该就完成了啊。对，还有这个这家已经没去啊，啊这块面我只要把行龙把给你，反正我叫泰山最直接啊。那找得到吗？找不到，他自己画，自己手工画一只，看他画什么都可以。哎、欸，如果整车都是这样，我觉得很漂亮嘞。雪花片呢、啊？摸起来很舒服啊，年纪大了，老了。回了了去啊！哎，我刚忘记看，你帮我看一下后面会不会喷水？我没有花钱呢。倒流的有了哈，有，但是它是只有一边而已吗？对啊，对啊。换了这个盖子，铝的，好酷哦！哦，这个也换了啊，泥裂好像在里面，看一下，应该是这三颗都换掉。嗯，好，这三个一二三这样，灰色这一个，好，应该是 OK 的。其实泰山之前有开了几天呢，泰山开波雕漆应该是品质应该还不错，对。搞好了啦，整理完了哦。这车哈、哦，逼它车也比较重，所以它逼着自己感觉上宽嫩，不能固来嘛，很嫩的底盘比较低啊。如果你在上下斜坡要小心一点，整理很久没错。其实买这种车的人要知道说这种车是老车。老车就是看牌叫狗这些一点哎，其实它开起来底盘没什么异音的，里面还是有一点小小的瑕疵，不是说非常的完美的。比如说这个好了，这个来就这样，我也不晓得是什么，它到底是不是自备架、啊？没有，不过它这一块还在、啊，很漂亮，很漂亮。然后这个这是盖不起来吗？还是这个拿起来啊，这卡卡住，因为它下面有个按钮。我想说这是什么、啊？我买压杆杆就把它拿起来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确定好了。300块就好了。哎、欸，它这有加热嘞。有啊，还会亮哎。就是好像压一下就感觉。你怕蛋熟了是不是？哦，这个蛋很贵。蛋很贵。哦，你要留两颗存底就是。对啊，万一别人没了，我这两颗就给他了、哦。这个车说实在的，它可以跑到200，你也不太敢的。
毕竟它的气囊它能不能做动，真的也不晓得。对，之前有客人说可以可以，给他试过，撞过了，给撞到就爆了。哦，二十年的还是可以爆。啊，像原厂那也是首测，我记得十年了、啊。耶、yeah ，对啊，刚刚忘记讲到了。眼睛管嘛会不会惨？那时候眼睛管那种爆裂纹，你知道吗？爆裂，整个是爆裂。啊，再来你看，哎、欸，其实这车还算蛮低的、欸，有可能是避震器比较软了一点啊。可是这种高度我就蛮喜欢的，我喜欢低嘛。哎、欸，你看这整个的外形，我觉得真的很漂亮。二十三年前的做个叫帅啊嘞，放到现在其实也不会很丑、啊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很帅啊。那再来大灯都不会雾，你看玻璃。外表其实看起来都还算 OK 啦，啊，只是说它当然是有一些小伤啊，像比如说这个，到时候我再顶个漆，就是，哎、欸，这空间膜会不会拆一拆哦？嗯，这原本那种像犀牛皮那种，透明的，久了你看雾来了变成那龟裂了，都是小石头打到了伤，或者是开门的，这空间真的很大嘞。哎、啊，这个也是好的，那天我证实它会伸缩。哎、欸，对了，还要少一个盖子的，这个盖子到时候不知道找得到吗？底盘没什么异音，我猜它应该避震器也比较看嫩技术啊，所以过弯也看嫩。是不是刚刚要瞪着大地的感觉，就控制了一点。其实平常在开，我就觉得都还行。耶、yeah ，结束了，终于弄好了。喜欢的话就可以自己来参考一下啊。买这个真的是要自己要稍微知道说这个维修保养方面，材料可能都要等一下，没有像新车那样马上拿就有了。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，又完成一台了，耶、yeah ！噔噔噔。Ferrodo 百年欧系刹车品牌，得您信赖。从不用戴口罩到戴口罩，到现在又不用戴口罩了。嗯，这样归你啊，能尼五啊，能尼五啊，应该是吧？我没有记错吧？嗯，就是说买的时候不用戴口罩啊，不用穿裤子啊，没有，不用戴口罩，这样要蹭口罩啊，不要戴，别进口。